将相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啊，我们百老汇四少侠那可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开始绝路。君子气侠，壮士断腕儿。你走吧，我要自己吃鱼呢。今天的寿星老，也就是百老汇的大掌门陆上龙王，携二位掌门隆重入席。林伯伯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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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辛苦辛苦各位啊，来坐吧坐吧，来，请。行了，咱也别等那虚头巴脑的了，直接开灶吃。我把这个长寿面一吃啊，这我50岁这大寿的寿宴就过去了。走，拜祭这早啊，好歹给大伙说两句呗。说啥说就这玩意儿呗。等会儿，隆重的场合，重重的气氛，必须说几句。鼓掌，鼓掌。首先呢，我老林感谢大家能够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这50大寿的寿宴。在座的呀，有好多是跟我多少年风雨同舟、生死与共的兄弟，还有你们几个初出茅庐、少不更事、有眼无珠的熊孩子。接着说吧。那么我陆上龙王50大寿，当然了，今天也是我们两代掌门人跟大家欢聚一堂的大喜日子，所以说呀，你们要擦亮眼睛，提高警惕，
王伯雷，你啥意思？我说一句你怼一句，你这就是让我避坑的节奏啊！那意思啊，是让他们勇于担当，服从教诲。服从教诲，不就是傀儡吗？哦，这面是没法吃了。既然孩子们有话要说，对，老林在此谢过。我们有家事要处理，希望大家配合一下，暂时离场。叔，这不至于吧？走了，不送了。送会吧，送大家休息吧。快快快快，快着快着，不送了，不送了啊！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刚刚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是干什么？今天是您寿辰，这不至于吧？坐下。都坐。布雷啊，你先捣鼓捣鼓吧。今天是你林伯伯五十寿辰，你插的哪门的嘴呀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要委以我们众人，就要给我们权力，否则我们就是提线木偶。你要是不服呢，咱爷俩可以私下里聊，你不要杀凤私底下您会跟我聊吗？次次都是回避，刚好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个清楚。你就不要说了吧，我一定要和红烟在一起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我就走。我和红烟一起离开平安镇。王栋，为了一个姑娘，你跟你爹俩反目，弃百老汇掌门之位于不顾，弃江湖大义于不顾。爹，我说两句吧。听听太平说的，什么江湖大义，什么掌门之位？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不能决定的话，这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小犊子，我以为你帮我说话，你搁这添油加醋的。你说的什么混话？我没说混话，我清醒得很。玲珑妹妹，这婚我不能成，我要退婚。太平哥。你说什么？林太平啊，你听爹的话，你把你刚才那话给我收回去，然后给玲珑道歉。你要不然的话，我打死你！我宁愿被您打死，也不能被他打死。玲珑妹妹，我不能把自己后半辈子幸福交到你手上，这婚我不能成。对不住了，林太平。婚姻大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我自己的婚姻大事，如果我自己不说话，还能有谁替我说话？我不能让自己的幸福变成你们联姻的筹码。对不住了，你就是打死我，这婚也不能成。太平哥，你宁愿死都不愿意娶我？对，林太平，你会后悔的。玲珑，爹，爹，两位叔，我先走了，我也先走了。等等，我跟你们一起走。大叔。这个凶害子，你们年纪小，还没有明辨是非、看人事物的能力，我们在帮你们把关。爹，如果您们真的想让我们成才，就应该放手让我们去历练。我们怎么就没有辨明是非、看人事物的能力了？走。燕青，你要走了，就别认我这个爹了。王栋，此时此刻，你只要走出这个大门，我俩就恩断义绝。林太平，你要是胆敢走出这个大门，你再也没有我这个爹了。爹，两位叔，让你们失望了。
谁下的毒？是我。我在香炉里放的迷药。郭大陆，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。燕琪，擦亮眼睛，好好看看。来来来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对不住大家了。但是南宫长老说的没错，你们几个确实没有明辨是非、看人事物的能力，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看不透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那批被劫的镖印，我追查了那么久，竟然就放在富贵山庄的库房里。那些镖印是英孙帮收买叛徒老孙的赃银。我问过老孙了，是你让他们抢劫镖银的，然后嫁祸给英孙帮。你让老孙跟我们当面对质？对，是个羊蝎子呀，老孙早就死了。死了？老孙死了，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就是因为你们资历尚浅，还不到做好这种事情的时候。五洲八扯，你们杀人灭口怎么好意思告诉自己孩子？你罗大陆，燕琪，对不住了啊，亏你这么信任我，我就辜负了你的信任。但是我郭大陆行走江湖，就是要行侠仗义，弘扬正道。今天三位长老必须绳之以法，之后我这条命随你们发落。三位长老是罪魁祸首，其他人是无辜的。错，他们通通有罪。通通有罪？你三位上主有什么罪啊？他们罪就罪在有一个当长老的爹。前面大侠，前面大侠呀，计谋高啊，把这伙子人一锅都给端了。两大朋友长期合作，啥时候给了？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你们不是官府的人。大傻子，你被英孙帮给利用了。行了，人都来了，那就亮出你们的真面目吧，我的小宝贝们。好。
我的菜！知道错了，我就原谅你了。这没你事儿了，你自己逃命去吧。不过逃命是困难了点儿。饶他！没中毒啊！爹是谁呀？爹就是技高一筹的代言人。就为了让你们几个爸爸明白明白，这酱还是老的辣。姐，爹说过让你看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好戏，爹做到了吧？你们干嘛不早出手呢？你临时那小暴脾气，我早想干了。你不老磕碜，搁旁边一直给我拉着吗？要不然我嗨，拿了一会儿嗨了就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那狮子，我你搁那站着跟服务员，你干啥呢？给我上药啊！没看着还晕着呢吗？没问题，大长老，棍子帮忙，快还把药吃了来，哎。小王八犊子，这时候你还敢死阴招啊！啊，狮子，关门放你！老磕碜，给我干吧！哥几个开始！
桂山庄，让我想起了同福客栈呀。如此安静，我儿邀我前来观战，我只是错过好戏了。肉面一下肚，就证明我这五十大寿即将结束。哎，味儿不错，鲜亮的很。哎呀，拿了一壶嗨壶嗨呀！我路上龙王何德何能？过个小生日，这家伙叫堂堂鹰隼帮的帮主都前来贺寿来了，这事儿整的有点大呀。我儿何在？爹。我在这儿。没用的东西。哎，鹰隼帮的帮主，别打自己孩子呀。武林规则，祸不及家人。你我两帮明争暗斗多年，倒也没有触犯过这条底线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令公子啊，还实在该打。他做事不厚道啊。鹰隼，鹰隼，越来越损呀！咋的？我听这意思，这是你主使的呀？这家今天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全干来了，还干这么多人，是想咋？是想继续干是咋的？来，你告诉我。这是来逛街的。我儿行事鲁莽，未奏先行。我连夜赶来制止，不想晚了一步，还请三位长老给我个薄面，饶他一回。日后，我定会对这小的严加管教。这么跟你说吧，鹰隼帮心狠手辣，那在江湖上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而我们百老汇。苦苦坚持的江湖道义，能不杀就不杀，能不斩则不斩。但是要比狠，就算你们两个鹰隼帮都未必整得过我们。这话你能听明白吗？现在我要告诉你，这三位是我们新一任的掌门继承人，虽然造型比较独特，但他是我们百老汇的命脉。日后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他出现任何的岔子，我第一个就找你算账。你自己个儿合计合计吧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既然如此，人我就带走了，不扫你们的雅兴了。撒冷痛快的送客。起来。五十大寿完美收官呢。爹，你们是怎么做到如此料事如神的？注意措辞，是我一个人料事如神。三位长老，咱们平安镇方圆几十里，住户上千家，谁家有个生老病死，哪家有个风吹草动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谁不佩服我包打听及时雨，八卦连说卖小鸭。
老柯晨，俺们早晚被你折腾死。小雅，给他俩说说郭大陆的底细。这个郭大陆呀，刚来到平安镇就落了难了，而且还在我们麦记饭庄打过一天的工，后来因为不合格被开除以后，转而去了丽园当铺应聘，一扭脸他就变成了他们的座上宾了。停停停停停停！丽园当铺，丽园当铺是英孙帮的产业，这郭大陆和英孙帮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你俩的黑犯糊涂呀、啊！动真格的了，卖花了，卖花了，买朵花吧。先不买了，没带钱。不是不是，是看了就得买。公子，公子，站住！那个捕快不是英隼帮那鬼公子吗？这个鳖孙还铁了裤子，他就是变成包子我也能认出来。走，喝一杯。看这意思去了麦记分庄了，回头让麦小二打听打听，看看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这是迷香，三天之后在路上龙王的寿辰，长老们和少主们自然会齐聚一堂，到时候把他点上，助我一举抓住百老汇这帮劫匪。解药。这家伙，赶紧一炷香功夫就得上劲儿，这玩意儿。哎，我这五十大寿过的，整个就是来渡劫的。咱们的目的就是让郭大陆现出原形，将计就计，把英孙帮一网打尽。你说我那几顿长寿面得让我吃了呀？那过寿过寿的，这我们家王东啊，最近他很不老实，我得解你的酒局，我得好好的教育教育他。收拾郭大陆，教育王东，我要过大寿。我就知道吃。哎呀，对了对了，我再想。这迷香一点，一会儿就上劲儿了。那来的这些亲朋好友们，你不能让他们跟咱一起受罪。等会儿咱全给熏趴下了。这是来过寿来的，还是来守灵来的？我们得想办法找个节骨眼儿，把那些人呢提前给他们支出去。现在我宣布，寿宴正式开始。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老，也就是百老汇的大掌门陆上龙王，携二位掌门隆重入席。姐姐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您多跟我说说，我脑子笨，总是记不住。
很多姑娘在如花似玉的年纪，都为了后半辈子的幸福，选择嫁给达官显贵，而我却节衣缩食治下这个产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过的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。你想在遇到对的人的时候，可以堂堂正正的爱他，然后嫁给他。可我。孩子总是要长大了呀，中了中了，燕琪，把自己照顾好了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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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，哎，我说你们就别送了啊。Thank you.
栋梁之才，也需要无忧无虑的孝顺儿子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红娘子知书达理。和家世，肯定能找一个比林公子更好的男人。我说过要放弃太平哥了吗？那你是想咋样嘛？哼，我是要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。小姐，你看啊，我精神上是非常支持你收拾一下林公子的，但是咱要为咱想一想嘛，是不是？毕竟林公子是百老汇大长老的儿子，你要是真把他给打残的话，那大长老不得把那……呀，别得了！我这次回去，我要好好修炼修炼，什么琴棋书画呀、酸甜苦辣呀，我都得做到样样精通。等我再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要让他爱上我，然后跪在地上跟我求婚，然后你再睡掉他，让他痛不欲生。错，我答应他，然后跟他成亲，然后你再休掉他，让他痛不欲生。错。我要让他逃不出我的五指山，让他在我的魔爪之下，了此残生。好得很。嗯。咬他呀！咬他！三长老，你们回来了。三长老好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装！你们接着装啊！这三位长老刚走，我们找时间放松放松，给自己轻松一下，怎么了？我是非常想壮大山庄的，但是前两天，撒爹派来几个手下过来。说是打扫卫生，结果呢，垃圾一样都没有剩，整个山庄，半个铜子都没了。呀，什么？没钱了？不，钱去哪儿了？那我们现在吃饭。他把他之前弄走，也不跟他们说一声。你怎么早说呀？这他，你们真关心经济问题，早就该问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你们终于有机会向撒爹证明，即使没有他们的钱，你们一样过得很好。所以太平啊，你把你的钱贡献一下吧。走。你别搜啊！你干嘛呀？哎，呀，哎，可以，哎，哟呵，不是我真没钱了，你别跟我玩了。你堂堂江南首富之子，你说你没钱，我信啊？我爸的钱就是我的钱。你再说了，我妈给我那点钱全让我爸搜罗走了，就是诚心让我过苦日子。看来真弹尽粮绝了，这往后日子怎么过呀？自力更生吧，大陆啊，在你是不是会说书啊？能不能发挥发挥？我说书没问题，你让我咋耍都行。但是现在这个观众啊，不大爱掏钱。嗯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太平，我可以找一份管理方面的工作，对吧？也使唤使唤别人。你还是先使唤使唤你自己吧，燕琪。我不参加。啊？我是谁啊？我是百老汇最有潜力的大侦探，你们让我上平安镇去打工，这不是笑话吗？行了，各自冬眠吧。哎，王栋，你呢？哎，对呀，你说我们半天，你怎么又躺着了？你也不起点表率作用？作为山庄大哥，什么都不做，可不服众啊。我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我要赋予咱们富贵山庄
新的精神内涵。之前的富贵属于撒爹，从今以后的富贵由咱们来创造。精神层面的东西，现在物质层面怎么做吧？我决定把富贵山庄改成富贵山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改什么？没听明白，我再说一遍：把富贵山庄改成富贵山庄。明白？有区别吗？这没区别啊！有区别呀、啊！这个富贵不是那个富贵，那不还是富贵山庄吗？哎呀，跟你们说不明白，你怎么拉倒吧！你表达的问题啊！哎，小草，走了，回教房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要自强不息，自力更生，把山庄变成金贵宝地，让撒爹放心。向浪尽天涯，无牵挂四海为家。听风雨潇洒，带一件纵马，披荆棘独饮斩黄沙。月梦里对酒诗年华，任岁月无情染白发。断愁长篱树下，挥刀斩情马。爱难断，最难是放下。若有千愁，何必入心骨。万里四季望与江湖，来金阁路，看戏曲仙人赋，长风轻树都化作尘土。想知一笑，从此醉江湖。